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酷乖的苏文和弦。今天要来教大家一组和弦，一起来听听看吧。我们刚才弹了什么呢？一起来研究一下。F sharp major 7 G7，但是没有第三音。藉由弹奏 grace note， 我们可以创造出旋律线。再一次。完整的和弦进行，我们再来听一次吧。有 get 到吗？我们下周三见，记得要按赞、追踪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记得去听我 Spotify， 拜拜。